却说陈宫临欲下手杀曹操，忽转念曰：“我为国家跟他到此，杀之不易，不若弃而他往。”插箭上马，不等天明，自投东郡去了。操觉不见陈宫，寻思此人见我说了这两句，以我不仁弃我而去，吾当急行，不可久留。遂连夜到陈留寻见父亲。 备说前世，欲散家资，招募以兵。复言资少，恐不成事。此间有孝廉魏宏，疏财仗义，齐家巨富，若得相助，事可图矣。操置酒张言，拜请魏宏到家，告曰：今汉室无主，董卓专权，欺君害民，天下窃取。 操欲立服社稷，恨力不足。公乃忠义之士，感求相助。魏宏曰：“吾有世心久矣，恨未遇英雄耳。即孟德有大志，愿将家资相助。”操大喜，于是先发矫诏，持报各道，然后召集义兵，竖起招兵白旗一面，上书忠义二字。 不数日间，应募之事如雨偏集。一日，有一个阳平魏国人，姓岳，名晋，字文谦，来投曹操。又有一个山阳巨鹿人，姓李，名典，字曼成，也来投曹操。操皆留为帐前吏。又有沛国侨人夏侯惇，字元让，乃夏侯婴之后。 自小习枪棒，年十四从师学武。有人辱骂其师，蹲杀之，逃于外方。闻知曹操起兵，与其族弟夏侯渊两个各引壮士千人来会。此二人本操之弟兄。操父曹嵩原是夏侯氏之子，过访于曹家，因此是同族。 不数日，曹氏兄弟曹仁、曹洪各引兵千余来助。曹仁字子孝，曹洪字子廉，二人弓马熟娴，武艺精通。操大喜，于村中调练军马，魏红尽出家财，置办衣甲旗幡。四方送粮食者不计其数。时袁绍得操矫诏，乃聚麾下文武，引兵三万。 离渤海来与曹操会盟，操作檄文以达诸郡。檄文曰：“操等仅以大义布告天下：董卓欺天罔地，灭国弑君，秽乱宫禁，残害生灵，狼戾不仁，罪恶冲击，今奉天子密诏，大集义兵，誓欲扫清华夏，剿戮群凶，望兴义师。” 共泄怒愤，扶持王室，拯救黎民。檄文到日，可速奉行。草发檄文去后，各镇诸侯皆起兵相应。第一镇后将军南阳太守袁术，第二镇益州刺史韩馥，第三镇豫州刺史孔宙，第四镇兖州刺史刘岱，第五镇。 河内郡太守王匡，第六镇陈留太守张邈，第七镇东郡太守乔瑁，第八镇山阳太守袁遗，第九镇冀北相鲍信，第十镇北海太守孔融，第十一镇广陵太守张超，第十二镇徐州刺史陶谦，第十三镇西凉太守马腾。 第十四镇北平太守公孙瓒，第十五镇上党太守张扬，第十六镇乌城侯长沙太守孙坚，第十七镇齐襄侯渤海太守袁绍，诸路军马多少不等，有三万者，有一两万者，各领文官武将投洛阳来。且说北平太守公孙瓒统领精兵一万五千。 路经德州平原县，正行之间，遥见桑树丛中一面黄旗，竖旗来迎，赞视之，乃刘玄德也。暂问曰：“贤弟何故在此？”玄德曰：“旧日蒙兄宝贝为平原县令，今闻大军过此，特来奉候。就请兄长入城歇马。”暂指关张而问曰：“此何人也？” 玄德曰：“此关羽、张飞，被结义兄弟也。”赞曰：“乃铜破黄金者乎？”玄德曰：“皆此二人之力。”赞曰：“现居何职？”玄德答曰：“关羽为马弓手，张飞为步弓手。”赞叹曰：“如此，可谓埋没英雄。” 今董卓作乱，天下诸侯共往诛之。贤弟可弃此悲观，一同讨贼，立扶汉室。若何？玄德曰：“愿往。”张飞曰：“当时若容我杀了此贼，免有今日之事。”云长曰：“事已至此，即当收拾前去。”玄德、关张。 尹树齐跟公孙瓒来，曹操接着。众诸侯亦陆续皆至，各自安营下寨，连续二百余里。操乃宰牛杀马，大会诸侯，商议进兵之策。太守王匡曰：“今奉大义，必立盟主，众听约束，然后进兵。”操曰：“原本初四世三公，门多故吏。” 汉朝名相之意，可谓盟主。少再三推辞，众皆曰：“非本出不可。”少方英允。次日，筑台三层，遍列五方旗帜，上见白毛黄月兵符将印，请少登坛。少整衣佩剑，慨然而上，焚香再拜，其盟曰：“汉室不幸，黄冈失统。” 贼臣董卓诚信纵害，霍家至尊虐流百姓。少等据社稷沦丧，纠合一兵，并赴国难。凡我同盟，齐心戮力，以至臣节，必无二志。有欲此盟，必坠其命，无可一欲。皇天后土，祖宗灵明，使皆见之。独臂煞血。 众因其辞气慷慨，皆涕泗横流。煞邪已罢，下谈。众福绍升帐而坐，两行依爵位年齿分列坐定。操行酒数旬，言曰：“今日既立盟主，各听调遣，同服国家，勿以强弱计较。”袁绍曰：“绍虽不才，继承公等，推为盟主。” 有功必赏，有罪必罚。国有常刑，均有纪律，各以遵守，勿得违犯。众皆曰：“唯命使听。少月”少曰：“吾弟袁术总督粮草，应付诸营，无使有缺。更需一人为先锋，直抵泗水关挑战，与各据险要，以为接应。”长沙太守孙坚出曰：“坚愿为前部。” 少曰：“文台勇烈，可当此任。”见隋引本部人马杀奔泗水关来，守关将士拆流星马往洛阳丞相府告急。董卓自专大权之后，每日饮宴。李儒接到告急文书，竟来禀卓，卓大惊，即至众将商议。温侯吕布挺身出曰：“父亲勿虑，关外诸侯。” 不视之如草芥，愿提虎狼之师，尽斩其首，悬于都门。卓大喜曰：“吾有奉先，高枕无忧矣。”言未绝，吕布背后一人高声出曰：“杀鸡焉用牛刀？不劳温侯亲往，吾斩众诸侯首级如探囊取物耳。”卓视之，其人身长九尺，虎体狼腰。 鲍头袁毕，关西人也，姓化名雄。卓闻言大喜，加为骁骑校尉，拨马步军五万，同李肃、胡轸、赵岑、星夜赴关迎敌。众诸侯内有冀北相报信，寻思孙坚即为前部，怕他夺了头功，暗拨其弟鲍忠，先将马步军三千径抄小路，直到关下诺战。 华雄引铁骑五百飞下关来，大喝：“贼将休走！”鲍忠即待退，被华雄手起刀落，斩于马下，生擒将校极多。华雄遣人击鲍忠首级来相府报捷，擢家雄为都督。却说孙坚引四将直至关前，哪四将？第一个，右北平土银人。 姓程名朴，字德谋，使一条铁戟蛇矛；第二个姓黄名盖，字公吕，零陵人也，使铁鞭；第三个姓名韩当，字义公，辽西令之人也，使一口大刀；第四个姓祖名茂，字大荣，吴郡富春人也，使双刀。孙坚披烂银铠，裹赤泽。 横古剑刀，骑花鬃马，指关上而骂曰：“恶住匹夫，何不早降？”华雄副将胡轸引兵五千出关迎战，程普飞马挺矛直取胡轸，斗不数合，程普刺中胡轸咽喉，死于马下。兼挥军直杀至关前，关上矢石如雨。孙坚引兵回至梁东屯住。 使人于袁绍处报捷，就于袁术处催粮。或说数曰：“孙坚乃江东猛虎，若打破洛阳，杀了董卓，正是除狼而得虎也。今不与粮，彼军必散。”数听之，不发粮草。孙坚军缺食，军中自乱。细作报上官来，李肃为华雄谋曰。 今夜我引一军从小路下关，袭孙坚宅后。将军积极前宅，坚可擒也。熊从之，传令军士饱餐，成夜下关。是夜月白风清，到监宅时已是半夜，鼓噪直进。见慌忙披挂上马，正欲化熊，两马相交，斗不数合。后面李肃军道。 竟天下放起火来，监军乱窜，众将各自混战。只有祖茂跟定孙坚突围而走，背后华雄追来，坚取剑连放两箭，皆被华雄躲过。再放第三箭时，因用力太猛，拽折了雀化弓，只得弃弓纵马而奔。祖茂曰：“主公头上赤泽射目，为贼所认识，可托责于某代之。” 坚就脱责换帽盔，分两路而走。雄军指望斥责者追赶，坚乃从小路得脱。祖茂被华雄追及，将斥责挂于人家烧不尽的亭柱上，却入树林前躲。华雄军于月下遥见斥责，四面围定，不敢近前，用箭射之，方知是计，遂向前取了斥责。 祖茂于林后杀出，挥双刀欲劈华雄。雄大喝一声，将祖茂一刀砍于马下。杀至天明，雄方引兵上关。程普、黄盖、韩当都来寻见孙坚，再收拾军马屯扎。坚为折了祖茂，伤感不已。星夜遣人报知袁绍。绍大惊曰：“不想孙文台败于华雄之手。” 便具众诸侯商议，众人都道只有公孙瓒后至。少请入帐列坐，少曰：“前日鲍将军之地不遵调遣，擅自进兵，杀身丧命，折了许多军士。今者孙文台又败于华雄，错动锐气，未知奈何。”诸侯并皆不语。少举目便是。 见公孙瓒背后立着三人，容貌异常，都在那里冷笑。少问曰：“公孙太守背后何人？”赞呼玄德出曰：“此吾自幼同舍兄弟，平原令刘备是也。”曹操曰：“莫非破黄金刘玄德乎？”赞曰：“然。”即令刘玄德拜见。赞将玄德功劳定其出身细说一遍。少曰。 既是汉室宗派，取坐来命作被训谢。少曰：“吾非敬汝明爵，吾敬汝是皇帝之胄耳。”玄德乃坐于末位，关张插手侍力于后。忽探子来报，华雄引铁骑下关，用长杆挑着孙太守斥责，来宅前大骂诺战。 少曰：“谁敢去战？”袁术背后转出萧骑于射，曰：“小将愿往。”少喜，便着于射出马，及时报来。于射与华雄战不三合，被华雄斩了。众大惊。太守韩馥曰：“吾有上将潘凤，可斩华雄。”少即令出战。 潘凤手提大斧上马，去不多时，飞马来报，潘凤又被华雄斩了，众皆失色。少曰：“可惜吾上将颜良、文丑未至，得一人在此，何惧华雄？”言未毕，阶下一人大呼出曰：“小将愿往斩华雄头，献于帐下。” 众视之，见其人身长九尺，髯长二尺，丹凤眼，卧蚕眉，面如重枣，声如巨钟，立于帐前。少问何人，公孙瓒曰：“此刘玄德之弟关羽也。”少问现居何职，赞曰：“跟随刘玄德充马弓手。”帐上袁术大喝曰：“汝欺吾众诸侯无大将耶？” 亮以攻守，安敢乱言？与我打出！曹操急止之曰：“公路息怒，此人既出大言，必有勇略。试教出马，如其不胜，则之未迟。”袁绍曰：“使一攻守出战，必被华雄所笑。”操曰：“此人仪表不俗，华雄安知他是攻手？关公曰：“如不胜，请斩某头。” 操教师热酒一杯，与关公饮了，上马。关公曰：“酒且斟下，某去便来。”出帐提刀，飞身上马。众诸侯听得关外鼓声大震，喊声大举，如天摧地塌，月撼山崩，众惊失色。正欲探听，栾铃响处，马到中军。云长提华雄之头置于地上，其酒尚温。 后人有诗赞之曰：“威震乾坤第一功，辕门画鼓响咚咚。云长停斩诗英勇，酒上温时斩华雄。”曹操大喜，只见玄德背后转出张飞，高声大叫：“俺、嗯、哥哥斩了华雄，不就这里杀入关去，活拿董卓，更待何时？”袁术大怒，喝曰： 俺大臣上自谦让，量以县令手下小卒，安敢在此耀武扬威？都与赶出帐去。曹操曰：“得功者赏，何计贵贱乎？”袁术曰：“既然公等只中一县令，我当告退。”操曰：“岂可因一言而误大事耶？”命公孙瓒且待玄德、关张回寨，众官皆散。 曹操暗使人鸡牛酒抚慰三人。却说华雄手下败军报上官来，李肃慌忙写告急文书，深闻董卓。卓即至李儒、吕布等商议。如曰：“今失了上将华雄，贼势浩大。袁绍为盟主，少叔袁隗现为太傅。倘若里应外合，身为不便，可先处之。” 请丞相亲领大军分波脚，分拨剿捕。卓然起说，唤李榷、郭汜领兵五百，围住太伯、袁奎家，不分老幼，尽皆诛绝。先将袁奎首级去关前号令。卓随起兵二十万，分兵两路而来。一路先令李榷、郭汜引兵五万，把住汜水关，不要厮杀。 卓自将十五万，同李儒、吕布、樊稠、张济等守虎牢关。这关离洛阳五十里，军马到关，卓令吕布领三万军去关前扎住大宅。卓自在关上屯住。刘星马探听得，报入袁绍大宅里来。少聚众商议。操曰：“董卓屯兵虎牢，结俺诸侯中路，今可乐兵一半迎敌。” 少乃分王匡、乔瑁、鲍信、袁遗、孔融、张杨、陶谦、公孙瓒八路诸侯往虎牢关迎敌。操引军往来救应。八路诸侯各自起兵。河内太守王匡引兵先到。吕布带铁骑三千飞奔来迎。王匡将军马列成阵时，勒马门旗下看时，见吕布出阵。 头戴三叉束发紫金冠，体披西川红锦百花袍，身披兽面吞头连环铠，腰系勒甲玲珑蛮狮带，弓箭随身，手持画戟，坐下司风赤兔马，果然是人中吕布，马中赤兔。王匡回头问曰：“谁敢出战？”后面一将纵马挺枪而出，匡视之，乃河内名将方悦。 双马相交，无五合被吕布一戟刺于马下，挺戟直冲过来，匡军大败，四散奔走。布东西冲杀，如入无人之境。幸得乔茂援以两军接至，来救王匡，吕布方退。三路诸侯各折了些人马，退三十里下宅。随后五路军马都至一处商议，言吕布英雄，无人可敌。 正律间，小校报来，吕布诺战。八路诸侯一齐上马，均分八队，布在高岗。遥望吕布一簇军马，秀旗招展，先来冲阵。上党太守张杨部将穆顺出马挺枪迎战，被吕布手起一戟刺于马下。众大惊。北海太守孔融部将武安国使铁锤飞马而出。 吕布挥戟拍马来迎，战到十余合，一戟砍断安国手腕，弃锤于地而走。八路军兵齐出，救了武安国。吕布退了回去。众诸侯回宅商议。曹操曰：“吕布英勇无敌，可会十八路诸侯共议良策。若擒了吕布，董卓一诸耳。”正意间，吕布复引兵诺战。 八路诸侯齐出，公孙瓒挥槊侵战吕布，战不数合，暂败走。吕布纵赤兔马赶来，那马日行千里，飞走如风，堪堪赶上，不举画戟，望瓒后心便刺。旁边一将，圆眼环睁，倒竖虎须，挺丈八蛇矛，飞马大叫：“三姓家奴休走！燕人张飞在此！” 吕布见了，弃了公孙瓒，便战张飞。飞抖擞精神，酣战吕布，连斗五十余合，不分胜负。云长见了，把马一拍，舞八十二斤青龙偃月刀来夹攻吕布。三匹马丁字厮杀，战到三十合，战不倒吕布。刘玄德擎双股剑，骤黄鬃马，鞋子里也来助战。 这三个围住吕布，转灯般厮杀，八路人马都看得呆了。吕布价格遮拦不定，看着玄德面上虚刺一戟，玄德急闪，吕布荡开阵脚，倒脱画戟，飞马便回。三个哪里肯舍，拍马赶来，八路军兵喊声大震，一起掩杀。吕布军马往关上奔走，玄德、关张随后赶来。 古人曾有篇言语，单道者玄德、关张三战吕布。汉朝天数当还灵，炎炎红日将西清，奸臣董卓废少帝，刘协懦弱魂梦惊。曹操传檄告天下，诸侯愤怒皆兴兵。义立袁绍做盟主，誓服王室定太平。 温侯吕布势无比，雄才四海夸英伟。护须银铠气龙鳞，束发金冠簪雉尾。参差宝带受平吞，错落锦袍飞凤起。龙驹跳踏起天风，画戟迎黄射秋水。出关逆战谁敢当？诸侯裂胆心慌慌。 涌出燕人张翼德，手持蛇矛丈八枪，虎须道处翻金线，圆眼环睁起电光。酣战未能分胜败，阵前恼起关云长。青龙宝刀灿霜雪，鹦鹉战袍,袍飞蛱蝶。马蹄到处鬼神嚎，目前一怒应流血。枭雄玄德掣双风，抖擞天威施勇烈。 三人围绕战多时，遮拦价格无休歇，喊声震动天地翻，杀气弥漫牛斗寒。吕布力穷寻走路，遥望家山拍马还。倒托画杆方天戟，乱散销金五彩幡。顿断绒绦走赤兔，翻山飞上虎牢关。三人只赶吕布到关下。 看见关上西风飘动青罗伞盖，张飞大叫：“此必董卓！追吕布有甚强处？不如先拿董贼，便是斩草除根。拍马上关来擒董卓，正是擒贼定须擒贼首，其功端得待其人。未知胜负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”